年星空如常，血色烈日记显得疯狂，借火焰去隐藏残存的弦鼓衷肠，声音甜鸣而知香，只为求破戒权的阻挡，要看五月的苍茫，痴心闻到我彷徨，忘记善恶分裂的幻想，你我生命燃烧中相见是注定。夜空女王，我们来了。进来吧。这是我们三个合力得到的，少一个也不行。我们就按照以前的规定，来一场公平的竞争，看最后属于谁。你们还是忘了铁狼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铁狼，他只是一个梦。而我刚刚依照千年之前，向义侍郎帝许下的诺言，把他唤醒了。他为什么会是一个梦呢？而且，为什么会跟义侍郎帝有关系啊？五界自古以来独立于三界之外，而三界的事我本来不能干预的，但是在同一天道之下，我们被不同的缘分所牵引着，而铁狼的梦是源于千年之前我为幽灵异乡一世狼帝的占卦。
铁狼。参见女王，你交给天魔办的事已经完成了。张灵他们三个人我喜欢，能帮他们吗？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其他的我管不了。未来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吗？他们就是改变未来的人，只是代价实在太残酷了。永恒宫，张灵他们可能已经得到最后的圣甲了。你还想成为问道者吗？当然，只要我抢到最后的圣甲，交到大精灵面前，完成任务的就是我。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可惜，这个机会已经不再属于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师兄。看着你成为问道者，看着你和菲菲成亲，一起在无泪之城建一个家，一直是我的希望，我的梦想。但是这一切，一切已不可能再实现了。废话，这是我的梦想，我一定会让梦想实现的。不，当你接受了九尾狐的诱惑，你已经亲手把我们的梦想粉碎了。师兄，我不会让你成为问道者，否则，我将是三界的罪人。云奇，你疯了吗？是你疯了！你怎么可以臣服于九尾狐？但我不怪你，没有小玉的迷惑，你绝对不会变成这样的。所以，我们走吧，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。天南也好，地北也好，忘记魔界成道大阵，凡人、狼族、仙界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。我可以天天陪你喝酒，也可以继续修真，逍遥自在。这不是昆仑一直向往的生活吗？一切都不算太迟，一切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忘记成为问道者吧，云奇。你知道我不能答应的。不许你去永恒宫，你挡不了我。站住！云奇，你一定要跟我动手吗？我一定要阻止你。
我不可能输给你的。对不起，你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，你的修为一直比我高。你跟我练功的时候总是投降，就是因为你不想让我输。投降是我唯一能做的。真的输了。谁说你输了？昆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说吧，主人，请赐给我力量，快说呀。师兄，你绝对不能屈服的，不要再被他迷惑了。你想成为问道者吗？住口！你想得到东皇飞飞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不能失去菲儿，我不能失去菲儿，我不能。你想成为问道者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云奇的心中，就只有昆仑师兄才有资格成为问道者。师父希望你在闯关的时候走在昆仑前面。师父的意思是为昆仑当先锋，为他开路杀敌，必要时更要为他牺牲，让昆仑可以成功破阵。借火焰去隐藏，看尽无限衷肠。昆仑果然是昆仑啊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所以云奇也永远是云奇，永远会追随在你的身边，永远不离不弃。昆仑不是你的名字，而是你背上的责任。忘记山的好想看到你，我生命燃烧中相见，成为是注定闻到就因为坚定很久的心念不曾有过一丝改变。来呀，来杀了我呀！杀了我，你就会变得更强。来杀我呀！
天命而至上，只为冲破阶层的阻挡。我是小玉啊。小玉，大师兄，没事，不用怕，有大师兄在。对不起，我是真的怕。小玉，不是说过不能放弃的吗？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我不单单是怕尹将军，我更怕成为大家的负累。小玉，当初你为什么要加入五岳仙盟？小玉的家人就是被妖怪所杀，所以我才修炼仙道术，斩尽世间所有妖魔，替天行道。师兄你是知道的呀。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。到手了，我喜欢的玩具终于到手了。停，五相。统帅，我还有更有趣的事情要去办，你去告诉那三位长老，我这个统帅不当了。接着，这怎么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还有，你去告诉那三个小毛头，让他们不要找我了，我会去找他们的。归魂，我们走。铁狼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到处找你，铁狼。我不是铁狼。二世狼弟，看来夜空凌雨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你。怎么样？最后一件圣甲找到了吗？
在我身上。没想到吧，你们的队友竟然是你们最大的敌人。不，铁狼他永远是铁狼。不，狼帝就是狼帝，千年之前已经注定我们是不能共生的敌人。难怪我找不到大荒山，也找不到明月洞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大荒山、明月洞、正阳真人门下弟子铁狼，根本就是一场虚构的梦。不，铁狼在我们心中是永远存在的。难道过去发生的一切你都当作是一场梦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知道我的身份还来找我？一日队友，终身就是队友。在你最痛苦、最纠结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在你身边陪着你呢？况且，铁狼就是狼帝，他一定不希望看到人妖两界再次大战。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够了，别说了。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的，铁狼。够了，别说了。如果有办法的话，我就不会派神魔攻破幽灵异象的封印，更不会派幽灵先锋来到人间。真可笑，几乎把我们杀死的敌人竟然都是我派来的。除非能找到办法化解这场浩劫，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不变，还是好朋友、好队友，对不对？张玲，你脑袋比我灵光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我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的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可是我等不了那一天了，为了幽灵异乡，我必须阻止问道者出现，必须马上毁掉最后一件圣甲。铁狼，我绝对不可以把圣甲给你。那我们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吧。住手！住手！你们永远都不可以的，永远都不可以！快放下！菲菲，让开！菲菲，难道你不知道铁狼的性格吗？他决定的事情，任何人也不能改变。就让我们来一场公平的竞争吧！不要，不要打！铁狼。来吧，不要打。不要打。
岳飞！昆仑，昆仑，你出来！飞飞，不要是现在，不要！张玲，张玲，张玲。你是狼敌，也是铁狼。张玲，张玲，张玲，你醒醒！张玲，张玲，张玲。我是来救你的，张玲。张玲，你醒醒啊！张玲，张玲，这是真实的还是梦境？真实的，我是狼帝，不是铁狼。我是狼帝，不是铁狼。我是狼帝，不是铁狼。我是狼帝，不是铁狼，不是铁狼。都起来吧！谢狼帝。禀狼帝，这一年臣等依照狼帝的指示，派出幽灵先锋对付五岳仙盟。虽然没能将魔劫成道大阵的人统统杀死，但是仙道的总坛已经攻陷，他们已经大伤元气。还有四只神魔日夜炼化，镇守我们幽灵异乡的四座无极宝塔也快被我们摧毁。现在离我们大举进军人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这些。我都知道了。太后呢？儿臣参见母后。狼儿，你回来了。母后，您憔悴了，是儿臣不孝，让母后受苦了。如果可以阻止凡人和狼族的浩劫，母后愿意受一切苦难。三位长老，你们辅佐本帝至今，是幽灵异乡的贤臣，更是本帝的良师。不过，倘若日后你们再敢对太后不敬，本帝就把你们都给斩了。臣等也是迫不得已，太后她私通外敌，害五岳仙盟得到了原始圣甲。住口！退下！狼帝，退下！
想不到先帝安排你的最后修炼，竟是到人。也明白了宿命的残酷，我从来没有后悔爱上过菲菲，她让我领略了人间的美好和遗憾的无奈。父王给儿臣的修炼就是去人间尝尽喜怒哀乐。我是狼族，我很清楚人给狼族带来的压迫，我也曾为人，我也明白狼族给人间带来的痛苦。狼儿，你找到了化解浩劫的启示吗？之前找到了，可现在又失去了。一世狼帝要你经历一切，一定有原因。狼儿，你千万不要放弃。太晚了，儿臣已经决定亲自率兵攻打人间。母后的推算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了，二郎神的预言不一定是绝路，凡人和狼族的将来就决定在问道者一念之间。已经出现了，母后，问道者已经出现了。他若问道者是张灵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丝希望。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只可惜问道者是昆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他一定会听太医的指示，进行二次进食，血洗幽灵异象。千年之后，问道者灵，原始归一，妖尽玄门。二郎神的祭言早就已经说明，凡人狼族二次大战不可避免。为了保护幽灵异象，儿臣必须亲自领兵。狼儿，这真的不是唯一的路啊。可这却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母后，儿臣心意已决。待神魔炼化四座无极宝塔之时，便是幽灵异乡跟问道者的决战之日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别挣扎。让我去找张灵。你会受伤的。你为什么要杀了张灵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杀张灵？菲儿，我是为了你呀，为了带给你幸福，我一定要成为问道者。我杀张灵，就是要完成我对你的承诺。你疯了，师兄！你真的疯了！我没有疯。相反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清醒。师父早就说过，参加这次闯阵的六个人，每一个都是我的敌人，每一个跟我争夺圣甲的人都是我的敌人。菲儿，我已经取得了最后的圣甲，很快我就会成为问道者。二次竞试成功之后，我一定会遵守我的承诺，娶你为妻的。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变了。没有啊。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昆仑师兄了。云起师兄呢？云起师兄呢？小玉呢？云起师兄在哪？快说！他已经死了。小玉也已经被昆仑杀了，他接受了我的力量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昆仑，是不是啊？什么？你怎么会杀了云起师兄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你是个凶手，杀人凶手！因为云奇要阻拦我成为问道者，我根本不想杀他的。对，我可以作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呀，你不是一直想娶东皇菲菲吗？我死也不会嫁给他。你会的。哼。去把这个给他吃下去，他吃了之后心神便会受你操控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你言听计从了。快去啊。不要不要，苦乐师兄，不要不要，苦乐师兄。他的五脏受了重创，活不了了。夜空女王，我求求你救救张灵吧，他不能死的，我求你救救他。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求你夜空女王，求你救救他。除非他可以得到藏在无悔树海的大地精灵的遗址，或许还有一丝生机。大地精灵，凡人狼族大劫将至，
能够化解这场浩劫的，或许就是眼前的张离。如今他命悬一线，恳求大地精灵给予这青年，给予这人间一个机会吧。我已经为张离点燃了呼唤大地精灵的五行之火，大地精灵是否愿意相见，就看他的造化。谢谢你，夜空女王。琉璃，你一自身难保，就不要再输内气给张离续命了。我不要紧的，我只要他活着。师父，师兄回来了。参见师父。三位盟主，最后一件圣甲呢？